这个金融风暴啊，有没有办法呢？大家在想啊，我欠钱啊，怎么办？像美国金融风暴啊，就有一个人啊打电话回台湾了，说：“哎，好朋友，你借我50万美金啊，我金融风暴，我钱都亏损了。”那边说。那边的朋友啊，拿起电话一听说借50万，他说：“你讲清楚一点，我听不懂了，你在讲什么？”好啦，讲我要跟你借50万啊，金融风暴，我现在财产都没有了，我向你借50万，重新再做资本啊，听得懂吗？50万，50万，还是听不清楚啊。你讲清楚一点，50万啊，听不清楚啊。那个台湾的杰先生啊，他说我听得很清楚啊。那个台湾那个朋友就讲了，你听得很清楚，你借给他。他始终听不清楚啊，对。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有了，有争议法，所谓吉祥果就是争议，吉祥果就是争议。我们是用橘子啊，代表吉祥果。那橘子呢，你供孔雀明王，那么你也要持咒，这个争议法要念咒10万遍，比降伏法还要多9万遍。这钱实在难赚啊，还念10万遍，人家那个降伏法只要1万遍，你这争议法要9万遍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台风一来啊，几天3-4天他就走了，水也不过是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火灾也是几天而已啊。这个金融风暴可是好几年的啊。你念10万遍啊，至少要10倍以上。所以你橘子，你要增加你的财富，你供橘子。那念10万遍的孔雀明王咒。念完了以后呢，把橘子里面呢、啊、你吃掉，橘子皮你拿着，啊，拿着橘子皮观想变化千千万万的 U.S. dollar， 富兰克林，啊，全部都是富兰克林，满满的哇，铺天盖地。然后你把橘子皮放在你的床下，你的财运就来。这个就是争议法。但是要念10万遍啊，要记得这个。还有敬爱法，敬爱法，有一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啊，小明啊，那爱上他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，他就写条子，写一个条子给他，啊，给他，他上面写着：“你如果爱我，就把条子。”再一直再递回来给我。你如果啊不跟我做朋友或者怎么样，你就把这个条子丢到窗子外面，啊，就把它丢掉就好了，就把它丢到窗子外面。这个女生啊，看了以后啊，她就把条子弄好。那一直传递到这个男同学这里，这个男同学认为哇非常好，
因为我讲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做朋友，彼此互相可以结成伴侣，就把条子传递给我嘛。所以他就很欢喜，而且他打开一看，那上面写五个字，窗户打不开。啊，是窗户打不开啊！哎，这个要修敬爱法，这个要修敬爱法，敬外法咒啊，也要十万遍呐、啊！哎呀，这真的追女生是很困难。没想到我那个法国的老弟子啊，莲花伯昌啊，他怎么那么容易呀、啊？就追到那么漂亮的小姐。你知道吗？你是靠师尊给你保佑啊。师尊给你加持啊。莲花伯昌，哎，我给他加持啊，我自己也加持不了自己，却加持到莲花伯昌身上啊！哇，他起得美娇良龟啊！这个阿弥陀佛啊，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不在啊，莲花童子也在唉声叹气。他要念十万遍的咒啊！什么是寄缘果？寄缘果，我们用这个石榴，因为石榴上面还有一个盖子，是两个盖子。一般的石榴，一般的水果都是一个，那上面加一个盖子的，只有石榴。石榴稍微凸出来吧，那石榴是红色的，啊，石榴是红色的石榴。这个你可以供石榴，你也要念咒十万遍，把石榴的籽全部吃掉，把石榴的皮呀、啊，拿着观想你心仪的对象，然后把它藏在怀里，他就可以投怀送抱了。不是啊，还是一样放在你的床下，你不能天天带着这个果皮呀、啊，那个石榴的这个皮呀、啊，给它放在你自己的床下，它会不请自来，你不用请它，它自己会来找你。你看嘛，莲花伯昌。你有没有求啊，莲花伯昌啊？你有求啊？师尊加持的，师尊加持，你有求。那个你有没有修这个石榴法？你一定有念咕噜咕噜佛母啊，或者爱染明王的咒啊，才那么灵验的。这个大孔雀明王，他就有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力量，十万遍，男的心仪女的，女的心仪男的，都可以这样子念的。大家比法力吧。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也送十万遍，你也送十万遍，我送二十万遍，我就赢过你呀、啊！啊，大家比法力的。各
位观众，真佛宗在德州达拉斯有一位宋显正师兄，也就是莲正上师，他独立默默耕耘，在美国建立了目前最大的真佛宗三轮雷藏寺，令人赞叹万分。并且莲生活佛将在11月14日亲自莅临，为三轮雷藏寺开光，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。我们在此恭喜三轮雷藏寺的落成，真佛密法广传德州，利益众生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再来看莲生活佛在金吉雷藏寺的宝贵开示。弟子领瑶池金母的慈开堂20几年，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有帮众生做灵疗加持啊，度众生皈依真佛。那么请师尊依师尊的佛言给弟子做一个加持跟开示，让弟子将来在度众利益众生方面能够更清楚更明白，然后更加的圆满。谢谢师尊，向瑶池金母给人家问世，还有给人家这个以前的像阴阳会啊，像早期的这个鸡窝锅哈、啊，还有他们给人家做阴阳会的事情，这个都是属于入世的方便，入世的方便。由入世的方便呢，可以引一般的众生能够引入佛门，就是瑶池金母也有他的解脱道。所谓解脱道就是出世的，那么入世跟出世要融会贯通，要融会贯通。因为入世的方便不是永远，绝对不是永远。像我们修行来讲起来，就是大部分都比较出世，入世的就比较少了，啊，出世的就比较多了。一般的众生啊，他喜欢入世。像师尊今天如果说啊，开堂，这个在台湾呢、啊、开一个讲座，专门讲风水，哇，报名的会很多，哇，报名的足济，绝对大家拢足济人来听的啦。啊，你要讲说啊，我讲佛学成佛之道。听的人只有对成佛有兴趣的他才会去听，对钱有兴趣的他会去听风水。所以现在呢啊，有些这个讲修行的书啊销路不好，财经的书啊销路很好，财经的书销路很好。但是我讲一句话，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他在离开人间的时候啊拿走他的一毛钱。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把他的人间的职位啊可以带到天上。我已经看得很多了啦，我们台湾大湾人啊看足多啊，最高的权位的人一样掉落到阶下囚，最有钱的王永庆一样的最后双手空空，下面的人都在那钱啊。
所以记起教训啊，你追求权位，最高权位，最后也是一场空啊。你追求钱啊，经营之神，最后也是一场空啊，也没有带走什么东西啊。你追求美丽，像他现在那个美容院啊，跟那个整形医院开的都是追求美，事实上也是一场空啊。哪里有年轻的？所以我在台北看到那个画面啊，林志玲啊，出来那个画面，哦，我告诉你，哥鲁，咱徛伊都到伊个肩膀，咱来徛过都到伊个肩膀尔啦，肩唔到到肩膀无。但是他能够几年啊，他只能够应用他青春美貌的那一段时光，只能够几年，几年啦，都无啊，不会再有。以前最漂亮的好像是胡因梦啊，崔台青啊，胡因梦也不出来了啦，林青霞听说还要出来，林青霞听说还要再重现江湖，那我们是这样，你在被 N 上面尬死了，还能够演琼瑶小说吗？啊，你的女主角吗？当然是比较难的、陈汉啊，陈祥林啊。那时候年轻的小伙子现在也都没有出来了嘛，这个美色也不是永远的。那么财不是永远的，权力也不是永远的，美色也不是永远的，那还有什么是永远的？没有永远的东西啊。那么入世法可以接引众生达到这个将来引他们入佛门，将来修行达到究竟，这个才是永远的。所以你讲的金丹大法，要是金母金丹大法啊，要是金母他教我们这个身口意要无漏，那么密法也教我们身口意要无漏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那整个入世其实是结合出世，两个是不分的，一个是方便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慈悲，一个是智慧，悲之双印啊，就是方便就是慈悲了。像慈济功德会他在做的就是慈悲，也是一种方便，引人入佛门的方便。他做的是在聚集所有的资粮，往生的资粮，他们做的是福气，做的是德行福德，所以福跟德要双修，悲跟智要双修，入世跟出世要双修。
密教也有很多方便法，方便法也就是依照这个方便法引大家进入出世的究竟。究竟那么我也知道我们在娑婆人间啊，这个像这个现在的金融风暴，当然来讲穷也是一生啊，富也是一生啊，苦也是一生啊，乐也是一生啊。那么金融风暴，像这种金融风暴就是让很多人受了苦，我们以佛法跟道家的所有的精神就是要离苦得乐，是方便法，离苦得乐是方便法。最终的你要知道啊，苦等于乐，乐等于苦，是没有分别的。唵咕噜连声悉地唵，最终的还是要修行，还是要正果。那所以你是有要护持莲？莲明山是，对。加油加油！好好，大家一起成就，大家一起成就。欢迎到台湾，你们啊，会会，对对对对。卢盛彦文集第210册《写给雨》即将推出。在柬埔寨七大遗产的吴哥窟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浮雕的仙女，虽然没有女皇宫的精致，但是造型雕琢别有一番韵味。她整个姿势，她的脚，如果她的站姿是这样，她的脚就跟着这样摆，啊，整个身体是跟着摆，如果直要她的脚就是直的，她立体感很清楚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吴哥窟的浮雕往往给游客摸得油亮油亮，人们总是好奇心造成手很多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被加工的仙女浮雕，这不是男生摸亮的，是女生摸亮的。对对对对，这是早期日本导游骗日本妹说摸了自己会变大，都没有了。就可以看到我们古代的高美人就是这样穿着，他这边的清楚，没有穿上半衣的。我不穿上上衣，不叫上衣的，上半身不穿。在吴哥窟，这里的寺庙建筑结合了宇宙观和印度教以及王权的元素，带我们仿佛可以借此瞬间进入当时苏里亚拔摩二世的兴盛王朝。而时空转换到现在，我们的柬埔寨导游小林，他的考古精神又起了。你知道印尼的第一个王朝叫夏特拉王朝，对吗？夏特拉啊，你知道夏特拉王朝是谁去开吗？柬埔寨的。对。真的真的。那你们现在还来祭祖？他是这样哈、哦，湖南王朝的那个王族逃到印尼，开辟夏特拉王朝。那我们在分裂水陆真腊的时候，夏特拉王朝统治水真腊，对啊，夏特拉打水真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迦雅侯罗曼二世啊，他从小被俘虏过去当，在夏特拉，在印尼那边长大，他俘虏，好、啊，他王族嘛，我统治你，我要做你的小孩子当我的俘虏，啊，他在那边长大的，然后呢，他长大就要偷回来柬埔寨，在802年宣布他登基为王，宣布脱离夏特拉王朝的统治，合并陆真腊，这是真的。哦，夏特拉是跟奥巴马一样的。夏特拉是湖南王朝的王族去开辟的，就是印度柬埔寨人去开辟的，印度柬埔寨协同去开辟的。
啊，这当然了，这个印度是不承认啊，印尼是不承认的啊，像泰国不承认它是我们的一样。您听到了吗？印尼著名的世界遗产婆罗浮屠塔原来可能是柬埔寨的。我们真的很感佩导游小林的民族爱国情操，因为这趟旅行他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不同角度的论点，包括了从早上到现在，你说那个玉开始那个玉佛吗？这是有路线可以找回来的啊，这是我们这考古学家去考古出来的一个路线来的，啊，而且不是我们柬埔寨人考古的，是法国人考古的，啊，说是我们柬埔寨的，啊，一佛，还有镇国之宝那个佛，对啊，那个泰拳，泰拳是柬埔寨的，这个拳就是柬埔寨的，对，柬埔寨的拳法出来的，它跟散打又不太一样，你会打吗？不会，因为那个练很辛苦的，他是要练一种像硬气功那种样，身体从小一直练被打，打到不痛为止的。我们柬埔寨50年代有一个拳王，我那个不能跟他打，没有练过一脚都被他踢死了。他平常练打的不打沙发，他都是玩石，都在打石头的，他的脚这个背部这边都踢石头的，哦，那个没有人打赢他的，那个很厉害啊。泰国以前来多少个就躺着回去多少个啊。现在我们去那边打都躺着回来，现在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打法不一样哈。泰国人只要问到这个问题，如果说有人说，哎，吴哥窟是泰国的，你们柬埔寨怎么想？那我们以前导游经常跟客人吵起架来的，要民族友谊嘛，啊，就直接跟他吵起来的。那大家早期都是覆盖印度教的。